他在干什么？表演啊？是表演还是什么？是吧？啊？是表演吧？他们是干什么了？开什么会啊？他们开聚会。 这个人是谁啊？就是海报上这几个人。他在这个什么动作了？什么？指着门吧。哑剧啊？嗯，是哑剧吗？哑剧啊？真的哑剧？嗯。啊？对呀。 真的看不懂他做搞什么，你看得懂他在干嘛？他自己。啊，他自己什么？<笑>你们懂的，大概好吧？他喝水啊。喝水，这个我看得出来。刚才那两个什么东西，跑来跑去的，焦虑啊。 干嘛倒水啊？踩呀、啊！踩它干嘛呢？这不浪费水吗？你搞笑的。 哑剧嘛。 雅俊，他干什么呢？表演的不好，这个人。<笑>表演的不好。啊，表演的不好。我觉得不好，你觉得好吗？你觉得好啊？我觉得不好也没关系啊。对的，就问题人家看不懂啊，就不好了呀。雅俊，人家懂，那么这是你水平。 两尺寸大概在。两尺寸。啊。对呀。是在两尺寸。琢磨琢磨啥的。您住在这附近吗？啊，我就住在隔壁。你干嘛不进去呢？ 反正也是哑剧啊，里面空气不好，对吧？还是外面风大，安全一点。你们这边口罩也不戴，不安全。嗯。这些年轻人都是搞艺术的。也不是吧，就是年轻人吧。<笑>你也喜欢这东西，大概。 对吧？你住在这里啊？没有，我从北京来的。北京来的？嗯、你知道有这个今天在？他也是从北京来的。那个表演了。对呀、啊。你认识他？我认识他。哦，怪不得他在表演什么你懂。<笑>我也不懂呀。你跟他是朋友？嗯，对呀、啊。啊。对呀、啊。是朋友啊。嗯。一个单位的、啊、你们？对呀、啊。你们是什么单位？ 我们就是没有单位嘛，但是是朋友，所以感觉也是一个单位的。<笑><笑>
这个他今天来这里挣钱不啦？他挣不到钱的啦。是吧？嗯。挣不到钱，在这里在折腾啥，浪费了。没有几个门票，他们分一下门票吧，很少的。嗯。那你们靠这个在北京怎么生活呀？就每次也能有一点点嘛。有一点点收入。嗯。不多，那北京消费很高哎。你看他数钱呢。这是数钱。嗯。这个人多少岁数？有点岁数。有一点点吧。嗯。结婚了吗？他呀，嗯，结婚了呀。结婚了。他这样子拿什么东西养老婆孩子？啊，你也喜欢这个，搞这个的。你一点都不喜欢他。不是说一点不喜欢，我就觉得他在浪费时间。他就是在浪费时间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时间吧。啊？您看，您不也在这溜达吗？我是老了，没用了。你们年轻嘛，对吧？他也有时间，您也有时间嘛？他演一演。哎，我感觉你们心态不蛮好。谢谢。真的，当今社会很难得啊，这是很可贵的，我感觉。嗯，真的有焦虑吗？嗯，演着演着就好一点嘛。真的，当今社会很难得啊，这是很可贵的，我感觉。嗯，真的有焦虑吗？嗯，演着演着就好一点嘛。实在是的，这个社会太焦虑了，我也感觉。所以我看到今天这个有点蛮感慨的。嗯。还能有这么一份安静啊。嗯。不容易。对呀。啊，在这么。今天刮大风，他演个哑剧。哦。咱们也可以在外面看，不挺好吗？是的。外面有好多声音可以听的，他是音乐家，他是做音乐的。哦。他想让咱们听外面的这些声音。做音乐的。嗯。有名吗？有出名了吗？有名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叫什么啊他？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严俊。严俊。严俊。嗯。我好像没怎么听说。那您喜欢谁啊？做音乐的。对呀。那我肯定不是很懂了，所以也不太关心吧。啊。做音乐我也不知道啥了。那有名肯定收入也不高，不菲了。有名也没有收入啊？怎么会呢？那不是现在有名都跟收入挂钩的吗？可是，也不是吧？是吗？不是才对吧？不是才对啊。嗯。啊。就喜爱。喜欢这东西，嗯，正好，真的好。其实人生就是这样，喜欢就好，不要去管能得到多少，对吧？享受这个过程，可以吧，妹妹？我这个说法了，您说的真好。你是北京人？
对呀、啊，嗯，来这里到上海玩还是什么？对，来上海玩。来上海玩。嗯，上海。感觉上海跟北京有什么不同？空气好啊。上海空气好。对呀、啊哦，你们风软的，你们干净，天气、哦、空气好。它灰也大，灰尘也大。那您不要去北京。北京很厉害。北京好厉害的。那个风沙的啦、啊。嗯。那么。那为什么北京还那么多人想去啊？它好在哪里呢？我感觉空气很重要，是吧？消费又高，房价又贵。嗯，上海房价贵吧？贵啊，好贵的哟。贵得不得了，像这里的房子，这么破的房子，就旁边，嗯，都要买到十万了。十万了？一个平方，你们那北京呢？哇，这很郊区哦。这些房子十五万。嗯，真贵，哎，还是上海贵、哦、上海贵啊、嗯哦，所以有点风也算咯，空气差一点也可以咯。北京难道便宜吗？北京也北京不便宜，也很贵，但没有上海贵吧？上海是有点离谱，我感觉有点离谱了。嗯打哈欠，嗯，睡了，累了，嗯。做梦呢，嗯，睡着了，你好像很年轻了，不年轻了，你也不年轻了，嗯，我快三十了，你快三十了，嗯，啊，还看不出，成家了吧？没有啊，还没啊，嗯，还没有，嗯，正常的，正常的。正常，我女儿也很晚结婚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这个就是缘分来了就快了。嗯啊，嗯，不着急的。我不着急啊。是，我就不在这浪费时间了。您不也在这浪费时间吗？对对，我也浪费时间。就他没浪费时间。为什么？他在干什么呢？你看他在时间里面。你们这次出来几个人？你他，好多人。那个团队的吧，一个团队的呗。没有，都分别来的。分别过来的。哎呀，我也出来走走，闷了，在家里。我身体不好呀。你身体不好呀？嗯。你觉得我身体好了？看您精神挺好的呀、啊、精神挺好，嗯，那我得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哟，我是信耶稣的吧，嗯，你信吗？嗯，我不信吧。你不信啊、嗯、你该信耶稣。是啊，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位神，嗯，只有他说我是神，除了他没有赐下别的名，嗯，你觉得谁还说他是神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听过，没听说过耶稣，没听过他说呀。哦，他圣经上呀，圣经上写的呀。嗯。因为圣经是，耶稣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科学家都信他的、嗯，他是太神了，真的神。我就是亲身感受他的神啊，神迹。我是一位中晚期的癌症病人。是他医治我的，真的呀。嗯，我能有今天不就是靠他吗？也靠您自己吧。嗯，我太软弱了，我很软弱的，真的很焦虑，很恐惧。嗯，没有他，我真的没办法活下去。您丈夫呢？去世了呗。所以这打击对我太大了，我是一个人哭着背着那个双肩背到教堂里去找他，找耶稣去。嗯，我太无助了，人真的没办法，很无助，在家里太难受了。那就多来散散步吧。其实现在已经好多了，我现在已经4年半了。医生说到了5年就是医学上的治愈，哇，他都觉得我不可思议。嗯，
我好多可能您就是这么不可思议、啊、好多病友都走了复发了、哦、嗯，打击很大的，嗯，哎呀，不如早点信耶稣就好，你也可以试着去信信耶稣啊，跟他祷告啊，是在旅馆里面、嗯、老家就在北京了你、嗯、哦，那 还可，那你应该家里有房子，家里的房子是家里的呀，哎，现在年轻人压力重哦，嗯，压力大，不像我们过去吃大锅饭呀，对吧，大锅饭不好吃还是好吃？大锅饭，没那个呀。我们那时候没有像现在活得那么焦虑呀，还是过去幸福，感觉。现在社会变得人好像没有什么亲情，什么比较淡薄。嗯，全是利益。所以我来的第一感觉就是他不挣，我感觉很奇怪，他不挣钱了干什么？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，现在发展太快了，这个国家也不好。过了五一就回去了，来过吧，第一次来上海，没来过啊，来过，来过的啊，对上海影响好不啦，人太多，今天真的好多人，人太多了呀，太闹了、嗯、可能年轻人跟我们想法不一样，我们老了喜欢安静一点，这里还算安静的，我们这边还算少的，嗯，市区那人真人山人海，他也挺安静的哈、哦，啊，他也很安静哦，哎，他也很安静哦，蛮好的，你大概也独生子女，家里面对吧？独生子女应该没什么负担呀，不要紧呀，父母就你一个宝贝女儿，嗯，啊，不知道，他们都是北京人，这里的，不是？不是吧？应该很多上海人，有很多上海人、嗯啊、哪的人都有、嗯、他是兰州人，这个表演的、啊嗯、兰州的、嗯、他老婆来了吧，也在，老婆不在，不在这里啊、嗯，小孩也了，嗯，小孩也了，这两天在放一个电影《小舍得》，你看了吗？你没看？嗯，没看，没看吧？哎，你因为你也没有结婚，你不会关心这些，太现实了。嗯，看得好揪心呢、啊。哎呦。
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啥名字？嗯，主题叫不听的音乐。哦，不听的音乐。不听的音乐。主要讲什么？不听的音乐。安静还是什么？还是讲听吧，只是不听音乐。嗯，结束了。